喺呢個圖咧 ，AEC 就係呢個半圓形嘅直徑 ，E 就係呢個半圓形嘅圓心。而家咧題目要你揾 angle boy AC 同埋 dot E boy。啊，文字咧佢又有一個資料冇俾到你嘅，就係話 C dot 等於平衡呢個嘅 A boy， 箭嘴就解平衡。啊，佢文字冇寫，但係個圖有寫 ，OK。咁我哋點做咧？揾咗 angle BAC 先。嗱，因為呢個係直徑啦 ，AEB， 所以啦，直徑延伸嘅圓。周角即係 angle ACB 咧，就直接係九十度。原因 angle in semi circle， 咁所以 angle BAC 咧就會係180度減九十度，再減33度，即係咧57度。另一方面啦，我哋知道啦，呢個嘅 angle。C boy 都會等於33度，點解呢？ C boy 同埋呢個嘅 C boy E 咧係相等嘅，因為 alternate angles C dot parallel A boy。另外啦，就係呢個嘅 angle dot E boy 咧就會等於二乘翻 angle dot C B。原因就是 angle at center twice angle at circumference。 所以 angle dot E boy 呢就等于66度了。那个图呢你可以这样看，这只给了你了，跟着就先找这只90度，然後就180度減90減33咧，就出到我哋揾嘅第一隻角呢隻57度。而另一方面我哋用平衡線咧，就揾到呢隻咧 C 都係33度。跟住你用翻 angle at center dot E boy 等於兩倍於 dot C boy， 就最尾知道咧呢一隻 angle dot E boy 咧都係66度啦。咁成條數咧就做完啦。